2022年底，九合一大选，傅园带着患有重度智障的弟弟投入当地的里长选举。说拜托拜托，我是二号女生，你长登记二号的吴义贤。傅园很照顾义贤，会放手让他去做喜欢的事。他就是那么的单纯，对不对？就喜欢这些事情，对啦，就喜欢接触这些人，那为什么不行？傅园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弟弟，但对两个儿子却相当严厉，父子关系非常紧张。就是看不爽他，这立场是一样的，这没有什么为什么。面对两父子的冲突，太太奇异则选边站。我会比较支持小朋友多一些，我一定要是他们在爸爸那里受委屈之后，我可以是他们的后盾。登门拜访的嘉宾会怎么解这一道亲子难题呢？哪一点不爽快，哪一个讲出来了，不要紧。周五晚上9点，就在公视频道《谁来晚餐》。